前，虽然在台风天，虽然在昨天，但是我们仍然感谢你。虽然有很多的灾难，但是我们仍然感谢你，因为耶和华的祝福满满，钉痕手引领我前行。我看万事为粪土，在你的钉痕手下，我知道我每一样都会非常的安全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到圣殿来。我们在华语堂，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门，我们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你钉痕手就在我们当中，引领我们整个礼拜，引领我们整个来遇见你。主啊，能够遇见你是最美好的事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求你打开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眼，我们就在这里。主啊，求你充满我们每个人。我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下面我们要来读圣经，圣经记载在罗马书，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，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，对吗？我这里印的，好，我们照着上面一到五节来，预备一个。我们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在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。请快一点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感谢主，患难生忍耐，我们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。我们昨天多多少少大家都患难，但是神告诉我们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。那下面我们要请那个我们的一群传道，我们讲维生汤农。